capsule in the bottle, the damsel in the dress. You come to save me from distress. Stay the week, distract me from my problems. The war inside my head, make me forget I'm such a mess. I know it's selfish, but the only thing I want. 阿宝，早安。早安。要出门去咯。要出门去了，来背一下你的 Michael Kors。 哎，蛮好看的。那我今天要背这个吗？看一下打不打。哎，很像可以耶。可 Nice。谢谢艾迪达，好好看呢、欸！哎、欸，很赞呢、欸，好看，好好看，全身艾迪达，它的颜色我也好喜欢。你不要在那边，赶快阿宝唱圣诞快乐歌。然后呢，大家，我最近有去做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做的东西，就是我去打音波拉提了。没错，我就是打我的下颚。因为如果有看过我跟我哥哥的 Cheers or Drink 的话，应该知道那个时候我有说我哥哥的下颚线这个 jawline 非常的漂亮干净，然后我是你知道有点模糊，就是因为有一些脂肪，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变胖了。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想说我想要去做做看这个硬波拉提。然后一开始我超怕，因为硬波拉提听说超级痛，但是我去打的那个是韩国机，叫做 Lifterra， 就是我也没有敷麻药，然后就只有刺刺的感觉。主要比较痛的地方是这个骨头这里，我觉得是完全能忍的。那我很期待我三个月之后，因为他们是说三个月后才会就是真正的他们的效果才会出来。那现在大概是两周多，快三周的时间，但是我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要进去丢垃圾，超爆多垃圾。大家，我们最近上次不是有那个四组吗？然后我们是很少在买那种运彩，就是彩券类的人，就是几乎没有。然后我们上次就想说，来玩玩看。我们前两次都中，对，我们前两次小小的都中。对对对对，买小小的都中，就是那个时候是投9000块进去，然后拿回27000多，然后我们就想说，哎，怎么会那么好赚？结果最后决赛那一次，输爆，输多少我就先不说了。但反正就是速报，所以这就是说，还是脚踏实地工作。对，还是脚踏实地工作，然后赚的就当做一个运气，然后就跑，这样应该最好的。对，但是我还是带着这个四组的啊，我现在是带心酸的、欸。我们前几天就在那边呢、欸。鸡腿的跟双层牛肉起司，好吃吗？这肉很好吃，肉。就这么不想吃它吗？啊！哦，幸好它是短裤。
欸，他怎么低脂低那么严重？那代表脂很多，脂很多。是好，好事好事。吃一口，这个肉，这个肉有真的很厉害。Merry Christmas！ 你这什么啊 ？Merry Christmas！ 嗯，不错哎。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样吃啊，真的是不输在餐厅吃。对对，又省钱，又省钱，好吃。嗯，火锅。火腿很香，我觉得我很厉害哎！原来橄榄油这么好吃哦、啊，酱汁超好吃，酱汁超好吃，大家这样做很好吃。这个呢是那个初恋 Netflix 那个剧他们里面在喝的，然后我又买了另外一个，哦，超香，我这超香，好饿哎！换我，嗯，好，我先喝看你的。嗯，好喝，对不对？这个有一种味道，这个是朝日的，朝日的，然后那个是 Killing 的。但这个是有玉米，这个也有啊，有超多玉米耶，奶油香很重，嗯，很好喝哎，感觉这个是可以囤的，嗯，就是我会愿意在家里囤。店才开始营业，剩三分钟。先打打看。喂，东北。喂，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第三季现在你们那边有可以打吗？可以预约吗？我先方便跟你预约明天吗？明天想。对，明天可以啊。你什么名字？我叫近藤喜彦，谢谢谢谢，好，拜拜。然后至于大家为什么我上次没有去打呢？因为我记得我上次去打第二季的时候发高烧，然后不知道怎么就是全身会酸痛。然后我妈妈有一次有约我去打第三季，那个时候刚好有就是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你隔天后隔天你是没有办法生病，就是你必须要做那件事情，所以好了，那之后有空的时候再去打，但是。后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然后就拖到现在。没错，然后还有一个是，为什么我现在要临时去打这个东西？是因为呢，梅根他订了东京的机票，无预警，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他说这个是圣诞节的一个惊喜，这样子，就是我一听到的时候会整个吓到，我以为是要跨年的时候去，但是是1月1号到1月7号这样子，就是我们就是临时决定要去日本玩了。据说日本的话是要有三季嘛，所以我就是想说还有一点时间，那我就先去打。然后在这边也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2022年，大家可以回顾一下有没有过得很精彩。那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2023年再给它活得更精彩一点。OK， 那等一下的话呢，我跟 Megan 应该会先去银行，然后 Megan 说她有那个日币在银行里面，所以要先把它领出来，还会再去买行李箱，因为我现在是没有行李箱的状态，因为我给我妈妈跟我阿嬷的圣诞节礼物呢就是日本的机票，所以他们现在在日本玩。原本我也有问我爸爸要不要一起去，但是我爸爸说他想要在家里休息，然后我妈妈跟我借了行李箱，所以我现在我是没有行李箱的，没错。因为就是这么临时，就是每个就是这么临时定了。因为我们要去的时候，我妈妈还没回来，所以就是必须要去买一个行李箱。哎，超级期待的，我觉得我应该要马上约我日本的朋友了。好，那现在呢，我跟 Megan 就要去银行先换日币，要开始准备这个日本旅游了。那你要领多少日币？9000。九千日币吗？对。9000台币还是9000日币？我9000。不是9万，对，九万了。我想说9000你是不用玩的，就是最近应该很多人来领，对不对？没错。
非常多。哇，这个其实蛮容量蛮小的。听说是很好脱了，六千九。因为看起来不错。哇，很大哎。就是你搭大众运输的时候，就不会滑，对不对？对。哦，不然就这个颜色，那我就留着戴着。好，谢谢。买了，哎、欸，很赞哎，哎、欸，好哎，它有那个止滑功能，很赞。对啊，不然每次比如做捷运好了，你就要很顾你的形象。对，哎、欸，这个很蛮赞的，可是又有点贵，8500。对。但是，我们再来看日本价钱。好，我们来看看日本价钱多少。对。再后悔一下是怎样？看起来很好吃，它上面有这个肉松跟乳肉，还有嘴边肉跟烫青菜，然后排骨酥汤，对，排骨酥汤跟油豆腐。我们这样总共是320块。这个嘴边肉，它的酱有点像那个豆，那个什么永兴凤茶的豆乳鸡的那个酱，哦，对，很像很像。我来试试看，很搭哎，很搭的。嗯。没有 one last time, 我有谁？もしもし。よ、はるか。久しぶりマジで。やばいね。でさ、その3日の時渋谷それともどこら辺にする？まあでも渋谷原宿ら辺かな。居酒屋さ、日本ってよくなんか居酒屋も結構なんかインスタ映えみたいな感じのお店が結構あるのね。おお、いいね。お酒飲める？うん、飲めるよ。飲めるよ全然。なんかさ、こういう感じの。ああ、可愛い。あったりする？こういうのはないかな。なんかこれが結構なんか日本っぽい。なんかだよね。そう、こういうの日本っぽい。なんか今時の日本って感じ。なんか昔の居酒屋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っていう感じ。なんかさ、古着とかってさ着る？古着あんまり着ないけど、まあ日本に行ったら古着買わなきゃなって感じする。下北沢っていう渋谷から結構近い駅の周りがもう古着屋。下北沢がもう古着屋の街で。ああ、おすすめのお店とかあるの？あるある。あ、マジで？よかった。じゃあそういうところちょっと連れて行って。メガってあんま日本語喋れなかったよね。全然喋れない。まあ基本俺がその通訳するから大丈夫。うん、楽しみにしてる。楽しみにしてる。オッケー。じゃあね。じゃあね。バイバイ。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懂东京，就是我要回去的话，我也不是回去东京，所以我对东京也算是你知道蛮不熟的。有两个朋友，一个朋友是本身就在东京，然后另外一个朋友的话是会为我们上来东京来跟我们玩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非常的期待。然后他们也说他们会带我们去一些他们很喜欢的店，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知道当地人真正的当地人，就是请他们帮我们找。就是其中两天啦，其中两天非常的期待。然后现在 Megan 呢，她刚教完课，然后她要去做指甲，所以我现在我要去陪她去做指甲，因为听说做指甲的时候很无聊，所以我就要去陪她。Let's go！ 到底谁会晚上11点来做指甲？因为那是我朋友，所以他让我晚上11点来来做，不然真的没有时间了，因为我们快去了。对。哦，对对对，54。我们来到52了，大迷路哦，大迷路。如果你在家维修或什么的，就是都可以回来修。OK OK， 谢谢，拜拜，拜拜，晚安，好，新年快乐，拜拜拜拜，这样子。
超级好看，哎、欸，超喜欢，超赞，这个就是你的东京之旅的美甲，没错，我觉得好厉害哦。然后现在的时间已经是一点了，各位，哇，真的是坐好久。因为我之前我在一个朋友，就是我高中同学，他之前就是他 po 他自己开的美甲，然后他 po 的每一个我都觉得很喜欢，因为就是很日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好，那东京这个之旅我就交给他了。没错，女生做美甲是一种态度。回家，赶快睡觉，明天要赶快整理行李了。对 ，OK， 期待，拜。然后照这个吗？这个很像是韩国的最近很有名的一个咖啡厅吧，在南山尾峰里面。然后呢，梅根今天去做头发，所以设计师 K 就有送我们这个。他是说很像是优格，对不对？对。哇，好赞哦！这看起来很厉害耶。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梅根去染头发了？你看。对，我去找 K 染了。那是要先吃这个。我，那我来切。你不直接用啃的吗？感觉用啃的比较好吃吧。我怕破坏它。不会啦，终究会吃到肚子。嗯。怎么样？嗯。好好吃哦、喔，不愧是韩国，韩国的甜点都超好吃，哦、对不对？超级好吃，嗯，我再吃一口。它这个真的很好吃哎、欸。对啊，嗯，蓝莓果酱也很好吃。对，这一款蓝莓果酱的很推荐。它是种乳酪，对，乳酪配那个蓝莓果酱的感觉。嗯，我再吃一口，它不太像优格，对，有点不太像，对，乳酪。嗯，我这不知道这样多少钱，好像200多，160哎，哦，160，我以为200多哎。160块，很值得去吃吃看。这个叫做，欸、真的，它叫蓝莓优格，它真的叫做蓝莓优格。大家，今天晚上呢，我爸爸他要请我吃晚餐，因为现在我妈妈不在日本嘛，就是他们在日本玩，然后现在就是变成说只有我跟我爸在台湾，所以我爸就说他想带我去吃一间寿司。息子さんかっこいいな。いやい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